哦，光切这一片哦，一片要切六分钟啊，是啊，因为太多孔，我这有六十个缺口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纸吗？这是纸做的，我是用有厚也很蛮厚的石板。但老师你说，喂，我可不可以用亚克力？切啊，这个亚克力就等于给做掉，容易碎掉，啊，切个切两分钟，哎，切要切，很容易断。哎呀，那不要了，这其实不会，慢慢割割一个。亚克力很容易破哦。哪一个老师是160的？就是那个鹦鹉螺。看到。但是这是谁？啊，我老爸。啊，那个。对。那个。鹦鹉螺。猫咪眨眼睛。啊，那个宋老师他就很会设计的了，因为你看他眼睛在眨眼睛。有。啊，尤其在你透过相机会更像。为什么呢？那个都是一种视觉占领，所以这也是一种动态雕塑的一种。它会眨眼睛。那，啊，为什么会眨眼睛？其实那个就跟那个分镜的，啊，因为我是用 K 的话，我不会用 E 拉，哦。那就把它眼睛拉大拉大，然后再，啊，拉大要变小，不然忽然间爆下来啊。所以就是拉大三张，回来两张，啊，就刚好回来。好，哦，拉大三张，就中间那一张是最大。他再回来，所以他眼睛会一眨一眨，你看他眼睛这个如果转慢一点的话呢？转慢一点还也是看得到吗？你再稍微看到他眼睛在眨，啊，快一点更明显了，啊。当然有时候看到你，好啊，这个还不新鲜呢。慢的效果，我们来看我们的爱心哈，慢的效果。